对，然后他昨天我打电话，他今天去罗东比赛，他罗东那个什么，他罗宜兰人，他就说他就是我哥哥，真的，对啊，对啊，这边应该大部分都认识，对啊，罗东高中，你哥这边当老师吗？没有没有，他在家里，我在家里自己工作，自己工作，所以都知道你哥哥是谁啊？对啊，一直讲就讲到你，他说对啊，他认识我哥哥啊。我都不知道，我在那边吃面，我都不知道。哦，阿亮没办法，挑起我，挑起我，哇，打那么好，还是什么被你们刺激？打得很好，场地还可以啊。还可以，对。到那边那么久都不知道这里有场地。他就是跟那个中间体育场那个就一起，一起弄的啊。因为我一般都去另外一个地方打。中正球场，我就怕待中人当什么力，你寒暄就寒暄不完了。那边最远不都去那边打？对啊。回家去那边打，那边还有一个人工场。你是说中山国小跟那个胜利体育场？对，就是他们对面把一个人工厂，后面有一个影视店的那个。对对 对, 對, 對, 對。你应该很少回来这里哦。很少很少回家。那、啊、你台北现在住哪里？住南港。南港、啊，南港不错啊。南港还可以。嗯，不是还可以。我们现在要自产，也是要选到。我觉得南港发展的。对。对。地嘛，他们现在在发展那一块。对，就南港轮胎，就世界民族那个。对对对。对啊。對世界民族那边盖起来就好。对 对, 對。因为我很多大陆朋友，他也是说叫我问说买哪里，我说除了大直，南港，南港那边发展不一样，对，现在科技也是在发展那里，对啊，因为你只有那一块地啊，对啊，对，而且不用像内湖这样过多，对，不用担心交通的问题那么多。内湖最大的缺点，一波高铁。不过捷运又不是高承载、嗯，它捷运那车厢，因为它是轨上下来的，那个运量比地下少最少30%-40%。它、啊、以南港就是它最后高铁会到，台铁会到，捷运会到，对，所以它那个对它机场就在离不远的中山又离它很近，所以那个才是最会发展的地方啊。其实南港是累啊嘞，开了，厉害，厉害，对。哎，老公是那里人还是？我老公宜兰人。哦，也是宜兰人。对啊，罗东要去。江西人。江西。嗯。而且你洗温泉认识。没有啦，他也在台北。比较勤奋。没有。他也在台北啊。啊，江西人洗温泉。还没去过几次。啊，你没去洗过？不会吧，靠。没洗过。空了还要去一下，对啊，这次回去还要去一下，对啊。哇，那现在人很多，我看他们现在都国内游，国内旅游，没有，这是对的方向，其实就是趁这个东西让大家知道说，其实你台湾也可以发展，对啊，台湾有很多好地方，对，啊，只是你不要收得太离，就但台湾跟大陆比较，大陆的问题他们比较会规范，因为你去个景点什么的，太离他就限制你，台湾就比较可能太自由。他修的修就可以，那你相对的质量我起来，对，可能是美国啊，真的。啊，你抓新闻王哥来，因为在王建武不是其他的。对啊，王建武还在，而且就在那边也回不来嘛，回来要隔离，今年可能都没办法。对，所有比赛也都停了，中国好像全部都停了。已经说了，下半年就是不举办大型赛事，国际赛都不行，全部都停。亚洲好像都取消了，像日本那么严重，又严重起来也不行。泰国说要办比赛也是，但是好像又取消了。取消了，对啊，亚洲现在也不敢办，欧洲那边很敢办的、啊，欧洲对他们经济地缘关系太影响太大了，也许。你说怕了，那是赞助商的问题，都不是主办单位的问题。